显微镜啊，离心机，这离心机啊，这些培养箱，哎，什么都有哎，五脏俱全的，这杀菌服哦，因为我是培养这个杀菌服哦，那什么都有。那个栏杆的那个陈主管，他请他帮我收购一些是哎，那苗我们可以自己让他。这个是老师的专业。对了，植物啊，繁殖啊，繁殖啊，繁殖一下。现在这一好几年才变成公的，我们可以用方法，等它年轻的时候变成公的，就当种鱼，公的雌鱼就可以繁殖了，你知道吗？先雌后雄，先雌后雄的。跟那个不一样，相反，你看，它这个石斑比你这么大，那以后啊，如果石斑如果苗培养成功啊，我们规划一个区，一个区，好，它一个区就是看石斑，然后这个区就管，就是对，自己苗自己培养。而且我们现在是人工苗哦，可以单一的种鱼种类来小跟小小。他现在看不到，显微镜才看得到。你看他现在有些包括这个东西有副苗的，可以期待的啦，可以期待的。哎，所以一步的往前走。这个有没有长刺？出来这个就是苗啊，苗啊！他们昨天搞了2.5个小时，搞到都快收，快要一点，弄快到一点，我到一点回到房间了。对，它那个东西是可以，对啦，有一些医疗用途的，治疗这个COVID-19 啊，那个现在有在慢慢治疗那个癌症啊，身体健康啊，就裙带带是一个非常有经济价值，对，有经济价值又好吃哦。明年海带也要来进行，对，那裙带菜海带，裙带菜的这个poison的含量更高。另外就是也请张校长或者是袁茂老师、龚主任再拜托。就是裙带菜，我们长得多培养虫，它就长得很快，长出来它量很大，的后续的一个产业发展还有是加工的部分，让它的价值也不然呢，它一下子长大了吸收不了。对，没有错。Six diseases occur, and the aquaculture period is very long. Yes, and it is necessary the investment. So.For the get the money from aqua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he long time. Yeah. But the seaweed aquaculture is very different. Yeah. In front of this, the campus is very good pla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eaweed. 甚至在我们板里社区这边的板里沙滩海边就可以弄了，都可以。All the LG and full love of the Matu and try to combine together. Yeah. You want to say? You want to say? 谢谢，我很感到很好，这个校长，我有安慰，我在校长任内把他挖来，从北京大学挖到海大，在海大2013年来到这里。其实啊，我们。